我们养护兰花过程中呢，最容易出现的就是焦尖斑点。很多花友认为随便剪几下就能完全的根除这个焦尖和斑点的问题，大家看一下，其实这是真菌感染导致的。我们可以用苯甲比唑酯，这是胶囊型的，一粒兑一千毫升的水，均匀的喷洒前出。我们先把这个焦尖的全部的清理掉，然后呢再给它喷洒，七天喷一次，连续喷洒三次，这样呢就能有效的控制黑斑继续蔓延，焦尖继续扩散。好了，喜欢兰花的花友们，特别是长斑点的，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一步，及时的剪，然后呢再给它进行全面的杀菌。好，再见。